盛楠，你还没？我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我怕你出什么事了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你没有躲我吧？我没有躲你啊，我躲你干什么？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我哥是不是不让你跟我接触了？没有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，你别瞎想。这个天色也不早了，你小孩在外面也不安全，你赶紧回家吧啊！你关心我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关心你啊，我就是，哎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啊，我先走了。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不希望上一代人恩怨延续到我们这一代。看来是我痴心妄想了。我父亲去世以后，我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。我只是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同龄人跟他聊聊天、说说话而已。我没想到会对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，对不起。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等一下，你说你哥是不是个控制狂？他不让我干这个，不让我玩那个，不让我见那个，他是得有多不信任我呀？啊！哎，你慢点喝。你不要管我。对，还不止这些。他有迫害妄想症，他防家里面的人。防得跟贼一样，尤其是你，他不让我跟你玩的，他觉得我们俩会干点什么。你说我们俩能干什么？啊？我们俩能做什么呢？哎，幼稚。对啊，我们俩能干什么呢？来，我再陪你喝一个。稍等，服务员，哎，杯酒了，好，您稍等，谢谢。